卡塔尔世界杯将至，全球球迷引颈以待。世界杯吸引之处，正是每位球星都浴血奋战，为国家的荣耀拼个你死我活，争取大力神杯。呢度既是一个传说的战场，亦都是创造神话英雄的舞台。斯丹的最后探戈尽显球王风采，三 R 的森巴足球令人睇到如痴如醉。但是令我最印象深刻的，不是咩大国球星。而是那位2010年在南非的土地上面为他的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狮子王，他用生命去为后辈演示这件球衣的意义。尽管他一开始并不想成为球员，但最终他彻底地淹没了足球员这个身份。他没有成为配角的资格，只有主角的命，为自己的国家拼尽全力杀到最后。他是哪个？他是乌拉圭的狮子王科兰。Besides, this is my kingdom. If I don't fight for it, who will? Hello, I'm Ryan.猛兽之王掌握住王杖，苦撼森林，这个是狮子的地位、荣誉和命运。但到底狮子的身份是与生俱来抑或后天培养的呢？1979年，森林迎来了新的国王，幼狮降临到这片森林里面。根据家族的族谱，他的命运已经写定，他的爸爸、爷爷都是乌拉圭的足球名将，热血、足球的天分、争胜心，这些必要的条件早就遗传了给他。你看他几努力训练。你是不是去错球场啊？网球少年的青葱岁月才是科兰最享受的童年时光。足球对于他来讲只是爸爸和爷爷的职业，无论怎样分途之下，科兰都只是当是一件差事地去做。比穿着球靴，他更加喜欢执起球拍挥洒汗水。如果不是爸爸的教练 Casimanis 的一直话，科兰或者从来都不会踏上足球路。科兰成日都说这位教练是他最好的教练，他形容这位教练就好似一位智者一样，总能够一语道破问题的症结。因此科兰都非常之尊重呢位老人家。当时呢位老人家就忠告科兰啦，努力啲训练足球啦，好好运用自己嘅天分啦。就系呢两三句说话，先令到科兰开始认真咁看待足球。佢开始喺打网球休息嘅时间，抽空对住墙壁踢波，锻炼双腿嘅灵敏度。但佢心心念念嘅，始终都系网球啊！呢只未成年嘅狮子，一开始并唔想做百兽之王噶。但直至到15岁那年，他的命运彻底改变了。15岁的那年，抉择的时候到了。拥有足球天分但没有热情，他的选择是成为网球手。正想告诉爸爸知的时候，一场意外令到科兰的家族整个彻底改变了。姐姐和他的男朋友发生严重意外，男朋友去世，姐姐抢救之后下半身瘫痪，入读英文学校打网球的安逸生活告终。巨额的医疗费用令他们一铺清袋，无论是爸爸还是爷爷都年事已高，没办法再披起战衣，家庭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危机，耗尽了所有的积蓄。正当绝望之际，上帝拯救了他们。这位上帝不是什么人，他是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爸爸成功联系上有一面之缘的球王，而身姓豪迈的马拉多纳都愿意伸出援手，最终成功筹得到25万美金，解决了燃眉之急。马拉多纳艳如科兰一家的救星和曙光。而当每次探病的时候，望到姐姐，见到生命的无力，然后体会到球王的慷慨仗义之后，科兰除了感激之外，更加意识到足球的影响力。眼见躺在床上面的姐姐，她知道这笔钱都长贫难顾，要解决姐姐的问题，她必须要再次做出选择。科兰找到了她对足球的热情，对人生的觉悟。狮子无论怎样逃避都好，她天生出来就是战斗的。身处悬崖边缘的狮子只能够选择回击，如果责任只能够由自己去负的话，那就即管嚟啦。不能够改变命运，那我就去拥抱命运，还要做得比以前的人更加之好。在姐姐醒翻之后，科兰只是对她讲了一句，我要成为最好的足球员，聘请最好的医生来医好你。在分叉路中回头迈步足球界，狮子王要用双腿去救助更多的人。
虽然都有踢青年军，但职业足球的水平都是令他有些手足无措。15岁才正式足球，如果这样还能够跟队友处于同一水平，都未免太不公平了。用寻常的方法去追赶并没有效率，而智者决定指引他走向捷径，一条只有他能够走的捷径。爸爸的前教练卡士尼加盟独立队，将这位少年带到球队受训，而在他眼中，科兰的冲刺力和射手触角正是他独有的武器，他是属于禁区的。无操体力旺盛的科兰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力量，学习前国际米兰的乌拉圭射手前辈鲁宾苏沙，不要再乱跑去拉边，靠近龙门。简单的提点就打通了科兰的奇经八脉，他就好像在网球场发球的时候一样，连贯漂亮的射门动作令他百发百中，每次射门都能够准确地射向死角，嗜血的入球触角，射门力量堪比火箭，令他快速地超越了同龄的队友。不过他的努力很多人当作是理所当然，他是名将之后一定是从小培训的，所以科兰都希望摆脱这个影子。一年之后他找到了摆脱影子的方向，他去了法国的蓝石度试脚，但他跟不到欧洲的节奏，这里的速率和战术要求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受到挫折，不过他十分之享受这里的训练和强度，登陆欧洲他就能够撇去所有的滤镜。这里正正是他向往的草原，无拘无束的草原，但要在草原入面竞逐，首先他要成为森林之王。当时在阿根廷效力的年轻球员一辈中，他可以说是享负盛名，但他的对手是一个超越不到的人物，天才指挥官列基美，年纪轻轻带领小保加打破多项的历史，三次夺得南美自由杯，五个联赛冠军，在2000年世冠杯的时候打败已经晋升为银河蓝队拥有费高卡鲁士的皇家马德里，他们在当时的南美球坛可以说是横行无忌。但幼斯在小的时候已经展现了风范，他成为了小球会的英雄，他梅开二度带领独立队击败小保加，科兰和列基美两个人都知道对方的存在，所以惺惺相惜。他们或者各自都在想着，如果指挥官妙到豪癫的传送配上狮子敏锐的触觉，到底会是一个什么光景呢？他们不是敌人，而是对手，对手既是敌对的关系，亦都是互相推动。今日的对手难保不会成为明日的拍档，不过在相剑合璧的幻想成真之前，他们要各自经历到属于自己的关口。虽然未能够为独立队拿到冠军，但科兰的潜力早就已经传到欧洲。90场41球是他在独立队的数据。23岁的冬天，他带着家人登陆欧洲，目的地本来是米杜士堡，但运送过程中就被人拦途截劫。一位野心勃勃的老人家直接交出了650万镑转会费带走射手。当时的红魔鬼正处于一个转换期，从99年的班底转换到欧陆化，费格逊为此签入了无斯华朗，云佬从家传户晓的442改为4411，而科兰出众的入球能力、决心和无私令费格逊认为他能够为球队带来不同的元素，希望他和云尼斯道来组成梦幻的双箭头。可惜一向有点石成金能力的费格逊看准了科兰的价值，但没办法令他发光。再次登陆欧洲，科兰走上了欧洲的顶端，但是英超的强度和欧洲联赛又是天渊之别，科兰在英超就好像越级挑战一样。在争标球队中，费格逊本来想着让他慢慢适应，但没有正选机会就更加令到科兰苦恼，一直迟迟未能够取得士哥。曼联队中的球员都知道他本身的质素，希望令他走出阴霾，队长坚尼第一个走出来建议他改变习惯，劝他不要再将个波射得咁刁钻啊！凭佢嘅力量，都有唔少机会令龙门得手，咁队友获益都算有贡献啦。可惜科兰系唔愿意妥协噶，英超嘅后卫亦都唔会俾任何嘅空间去摆太拉弓啊！过去喺南美建立嘅信心荡然无存，喺曼联对住祖云达斯嘅季前赛，科兰甚至出现过呢一幕。
科兰加盟的头半年陷入了一个入球荒，不过他坚信信心可以被摧毁，但操守不能够被动摇，只要他站在球场就是追逐和走动，他背负着高昂的身价绝无欺场，只要飘逸的金发一直愿意跑动的话，球迷都是愿意为他拍手鼓励，队友亦都会继续尊重他。在欧联分组赛面对海法马卡比，碧咸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仍然拼抢博得12码，他马上执起个波，你以为他操刀啊？不是啊，他二话不说走去科兰道给他操刀，全场所有人就连旁述员都为他祈祷啊。Please, please.But anyone with an ounce of humanity says please on his behalf. But there's a few butterflies there now. Diego Forlan. Now! Relief! Relief! Match 27. Goal 1. Diego Forlan for Manchester United.可惜这个入波并没有为他带来伟大的曼联生涯，他最大的问题是拥有一个更强大的对手。云佬和费格逊说他更加倾向在前场单打独斗，而且因为科兰经常要飞到西班牙照顾姐姐，所以两地两边走的情况下都有些分身不下，不过这并不妨碍这位过客为曼联球迷留下很多深刻的画面，对利物浦闪电反应，把握杜迪克出丑上前执鸡，令他大出洋相，之后第二球再怒射近处为球队带来胜利。这场胜利不只是征服了艾菲路球场，更加将自己的名字烙印了在曼联球迷的心入面，若干年后摩连奴听到球迷的歌声仍然会问起到底谁是 Diago 啊，这个是他为曼联球迷留下的回忆，但更大的影响是他能够以一己之力去改变规则啊。对修咸顿怒射破门之后除衫庆祝，但迟迟都未能够穿回件衫，导致到出现了经典的梦剧场半裸狂奔，而这亦都导致到后来球员脱衣庆祝，球证是需要被黄牌警告的。这次的事件就好像他的曼联生涯一样，或者他的初期始终穿不上这件波衫，但他都是努力地证明自己配得上。他在禁区入面开始翩翩起舞，对着阿士东维拉最后的入球证明了他自己是一位有质素的前锋，或者他入波不多，但入亲的都是世界波。可惜这首舞曲在跳舞鞋的钉子意外中完结了。04-05球季时的比赛，他本来有机会带领球队在史丹福桥全身而退的。在赛前经过费格逊的考察之后，他发现科兰在比赛中往往很容易就跌低，所以他建议科兰穿着爪地力较强的长钉，科兰敷衍地答应，但结果他都是穿了令自己更加舒服的短钉，最终在这场比赛再次滑倒，错失机会，球队饮恨而回，摩连奴拿到他在车路士的第一场胜仗，科兰紧是马上冲入更衣室企图避开费格逊，但结果他走不掉啊，费格逊掉走了他对波波，掉走了他穿起曼联球员的资格，结果他被买到去维拉利尔。合作未能够成功，有时不是双方的问题，只不过是环境使然啫。他本来应该成功的，他亦都很努力地去追逐成功，最终失败，但流过的汗水亦都无负球迷的掌声。而当你解开他的枷锁，将他放入平原，他的獠牙都是能够一马平川啊。狮子藏身于动物园的话只能够作观赏作用，但这并不代表你能够驯化一只狮子啊。曾经在阿根廷呼风唤雨的狮子和指挥官仕途都非常之崎岖，甚至称得上暗淡无光，科兰不能够在曼联的梦剧场里面圆梦，列基美都配不上梦之队的十号，他们在欧洲发了一场噩梦，没办法在原属的球队里面找到一席之地，怀才不遇是惆怅的，好彩天无绝人之路，厄运造就了天衣无缝的契机，野心勃勃的工程师将他们连在一起，在得悉列基美在阵后，科兰二话不说来头，河床的教练、小布加的指挥官、独立队的英雄、阿根廷三大豪门的骨干在维拉利尔聚首一堂，引领黄色潜艇崛起，23场比赛狂轰20击球，堪称入球如麻，他开始会怒敲
教练鼓励队友不再好像在曼联的时候那么内敛，入球变得轻而易举的原因自然是因为他有和他心有灵犀的指挥官共应啦。你看他们玩到西甲好像游乐场一样，玩弄对手门将于鼓掌之中，就好像家常便饭。为了报答这位指挥官，科兰选择了为他报仇，两循环面对梦二队的巴塞五度破门，这个成为了他超越伊道奥神射手之争的分野。第37轮距离猎豹仲有五球之差，一场面对面的大战，科兰作客老型，右脚第一时间起脚先开纪录，而另一边厢呢，伊道奥顶唔住压力射失12码，自己就顶住压力一射中壳，球队领先两球。但当然啦，巴塞梦幻功力都是会令他们迅速反先的。这个时候科兰再次企翻起身，第一球如果说体现了他的射术，第二球体现了他的抗压，那这一球你会看到他的冷静。他在人马踏闸兵荒马乱的时候，轻松挑过巴塞隆拿的防线，划出一条分界，利用武指戏法阻止了巴塞隆拿的追兵，令球队在作客老型球场全身而退，成为了舒夫增高之后首位完成创举的球员。而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他早几年的麦巴比才能够打破。最后一轮他再取得两个士哥，招牌式的脱衣庆祝已经不是问题了。他从曼联的败走走到去最后反超伊道奥，成为西甲神射手，同亨利共享欧洲金靴奖，完美地证明了自己已经独当一面。球队亦都历史性地首次拿到欧联资格，这个正正是他黄金时期的开端。狮子王的领土从西班牙扩展到欧洲，他成为了一个更加全面的领袖，在欧联完成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旅程，带领维拉利尔成功踢走曼联欧联出线，面对加拉斯哥流浪两回合各建一功，潜艇浮上水面一鸣惊人，作客球坛圣地圣西路球场，他已经闻到入波的气味了，机警地绕道执鸡，拿到了宝贵的作客入球出线，遗憾晋身欧联决赛的美梦被列文挡住而止步。不过这位金毛狮王领衔小潜艇的英雄事迹竟已撼动整个欧洲，在历史留名。正当他希望更迈进一步的时候，他的最佳拍档就此缘足矣。艺术家和战士分别在哪里呢？他们的分野在于野心。作为艺术家的列基美累了，挂住屋企了，而科兰呢，他就还想干一番大事业。最终他们一起离开了维拉利尔，一位了倦之环回到小保家，而科兰就迎接了他的新挑战，取代转投利物浦的王子殿下。他不单止要担起进攻的重责，更加要提携身边的小兄弟，比他年轻10年的独立队师弟阿古路，而他亦都冇辜负到马体会球迷对他的厚望，表现令球迷暂时忘记了托利斯，带领球队10几年之后重返欧联。2008-09球季他最精彩的个人赛季，同韦拿带领的华伦西亚上演神锋大战，一战定江山，技压蝙蝠兵团，同阿古路一起歼灭梦三队的巴塞隆拿，两个入波4-3打败对手。亨利、伊道奥、云尼斯道莱、鲁尔、韦纳全部都只能够臣服于科兰的脚下。32球，今次他独享欧洲金靴奖。不过他还未满足，他要将荣誉带回给马体会。2010年欧霸杯4强再遇故人利物浦，他仍然是对方的噩梦。首回合入波，球队先拔头筹，次回合对手加时领先，加上主场的加成，以为胜券在握之际，这位狮子王的身影犹如闪电般飞过，绝杀对手，将决赛的门票紧紧咬紧。最终决赛面对富咸，掌控整场比赛，一己之力加时引领球队获胜，夺得48年后首次的欧洲赛冠军。年龄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数字，猎杀就是他的本能，嗜血是他的天性，但归根究底支撑他的就是自信和渴求。当一切不信心的时候，你只能够相信自己。听取别人意见没问题，但不要被人家动摇你自己的本性。狮子永远都是万兽之王。
不经不觉已经年届31，踏入暮年，佢念念不忘嘅始终系佢家乡国家嘅荣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日月嘅洗礼冲刷咗佢嘅速度同埋冲刺力，佢唔再系当日听从指示嘅疯狂入球机器，佢得到咗炉火纯青嘅技术、宝贵嘅经验。呢一刻，佢或者已经系乌拉圭历史中其中一位最出色嘅球员啦。2010年世界杯或者系佢成年嘅最后探戈，两届金靴奖得主嘅威名令佢声名远播，所有人都知道佢嘅厉害，但系就冇人真正注视佢同埋乌拉圭王。既然系咁，咁就俾世人领教一下乌拉圭王牌纯正嘅大师级表现啦。佢令到世人睇到世界杯决赛周其中一次最好嘅个人表现。苏亚雷斯、卡文尼当时都仲系靓嚟嘅咋，能够依赖嘅始终都只系有科兰。喺国家队入面，佢需要嘅唔系冲锋陷阵，相反佢宝贵嘅经验作调度先系球队最大嘅财产。呢届嘅皮球特别飘，场地特别嘈，但佢处于另一个维度，好似开咗地图一样。佢体现咗传波一定比盘楼快嘅道理。当你不知所措嘅时候，将个波交俾佢，佢就会能够做到威胁。防守反击中最大嘅武器，死球同埋长。全部都被他玩到淋漓尽致，简直无所不能。他的传球就好像已经指导了你下一步应该怎做一样。对着东道主南非，以冲力射球掀起幕布。16强位于边路，见到远处的哨牙苏斩出令人最尴尬的落点，令对方门将进退失据。苏亚雷斯轻松将个波送入空门。八强先发制人，在皮球入面施下魔法，带着左旋的罚球违反物理学地向右飘，令个波在门将的手顶飞过，令加纳门将欲救无从。40年后再次杀入世界杯四强的南美代表，不是巴西和阿根廷，而是黑马的乌拉圭。对着荷兰的四强，虽然实力稍有不敌，但他在球场上面的表现依然超然，左脚狂轰追平，可惜最终都是输了3-2。对着德国的季军战，很多人眼中无关痛痒，不过他仍然以一脚禁区顶的车身窝里，在奥斯尔面前比他更加做使出 Ozil Bounce。 直至到这场比赛的最后一刻，他都是仍然战斗到最后，差点就用一记罚球将比赛带入加时，只是天定圣人，狮王都只能够慨叹一声。安慰奖是成为金球奖和神射手的得主，以黑马的身份带领球队夺得殿军，已经足够令国民骄傲，但他自己就耿耿于怀。幸而在2011年，这个遗憾都被弥补了。美洲国家杯决赛，他们面对着巴拉圭，他成就了自己职业生涯最大的成就，他为自己的家人而战，今次他也完成了家人的期望，继承家族传统，登上美洲的巅峰，成功将自己的名字添上去美洲国家杯的历史入面。科兰这个姓氏完成了三代同堂，他爷爷、爸爸、他自己都曾经夺得过美洲国家杯，而这段时间横跨了95年。这届赛事过后，他成为了乌拉圭国际赛的第一射手，总算无愧对乡亲父老，无负家训了。完成了家族的传承，达成了个人的成就，他对自己的足球生涯已经无悔了。他展开了浪人的旅程，应该讲的都没什么了。讲笑啫，点可以唔提香港啊？游历过意大利，到访过巴西，参观过日本，探索过印度之后，佢嚟咗我屋企啊，香港啊。大概佢亦都系近代香港最大牌嘅球星啦。当然你要数到远古嘅佐治贝斯嘅话，我都冇办法嘅。细节上面应该都冇乜特别嘢好讲。假如要探究的话，或者日后有机会问下朱 Sir 参观下杰志再讲啦。我都仲好期待有呢一日嘅。123日嘅杰志生涯，一个不败蜂王。港超冠军对他唯一的评价就是宝刀未老，老马有火。即使年月令他的岁数增加，他的技术态度依旧值得年轻球员学习，尤其是他的罚球造诣堪称百步穿杨，而且他又能够为球队争取到一场亚冠杯的胜仗，纵然未至于物超所值，都应该算是值回票价啦。杰志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接下来这一季港超联在周末也会战火再燃了。本地足球先是我们的足球，经济不景的情况下仍然有球队愿意支持下去，希望大家都多多入场鼓励一下我们的球员和球会啦。始终足球没有球迷的话，什么都不是嘛，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被迫开始的球员生涯结束，但这个他原本不想走的路，令到他得到了比想象中更加之多。他能够实现到他的儿时梦想，能够名成
能力就难，但能够不忘初衷的人更加之难。虽然他不能够医好他姐姐，但他被他姐姐去掌管了一个慈善基金，协助更多的人。足球的意义比起娱乐本身更加之多。他青年的时候曾经迷茫过，他在曼联的时候迷失过，但每个人都仍然愿意给机会他，是因为他的职业态度，他没有放弃过自己。他的勇敢热血令他闯过难关，他的努力令他成为家族中最强的科兰。这个就是科兰给自己成为球员的答案，要做他就要做到最大的。至于我啊，50,000这个数字背后是什么呢？每次出片的时候，其实我都担心自己还受不受欢迎的。到底会不会有一天被人说我吃老本的？到底我的内容是应该迎合每一个人所讲的东西，还是去讲自己所认同的东西呢？越来越多不同的足球频道出现，到底我何德何能单人匹马同人竞争？即使有惶恐的心态，我都仍然要故作冷静地做下去。对未来的顾虑怎可能没有啊？半大不小的年纪，同龄的人都上晒轨道啦，我呢，我寻找着什么呀？在对未来的惶恐是你们给了勇气我。你们每一位仍然愿意抽空去看我的片，愿意去为我留一个言，讲一句说话，对于我来讲已经是一个莫大的鼓励。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但既然不知道，那就继续向前走啦。50,000对于很多 YouTuber 来讲或者不是什么，但我知道每一个订阅观看人数都是我的心血，全部都有血有肉。多谢大家，希望我们会有更多的50,000啦。今日唔知点解唔想讲 pay me， 唔想讲我平时会讲嘅嘢啦。但足球冇球迷，乜嘢都唔系。我做出嚟嘅片，我嘅每个文字，我嘅人生，冇咗你哋嘅话，我同样乜嘢都唔系啊！多谢大家，我系 Ryan， 下次见。